2022中华市立管弦乐团年度音乐会将伫咧九月二十四号拜六暗时七点半，伫咧中华音乐厅盛大举行。这场音乐会将由知名指挥家范凯西来领军，欢迎民众踊跃来欣赏这场音乐盛宴。为即马开始会当开放客票，乡亲会当到中华市公所社会科或者是中华艺术馆来洽询。中华市立管弦乐团将伫即个月二十四号暗时，伫中华音乐厅举办年度音乐会。中华职工所举办记者会向外界宣传，由兼任团长的市长林世贤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这场国际级的演出。成立已经第十九年了，相当不容易，也是彰化的荣耀。我们市立管弦乐团是全国唯一由乡镇市公所成立的公立的这个管弦乐团，所以不容易哈。那他们也到全世界各大国家、各大城市去演奏，真的可堪称为彰化之光，为彰化做了很好的这些国民外交，将音乐响宴带到每一个角落去。那今年我们特地在9月24号晚上7点半，在彰化的演艺厅欢迎大家来索票免费索票。中华市立管弦乐团总干表示，音乐也欢迎即马发生的代志。这场叫做“旋转下帝恩典”的音乐会，将用音乐写出生命的乐章，并且由市立管弦乐团和十字城市爱乐管弦乐团共同合作演出，透过大型管弦音乐营造出经典作品的万种风情，带领大家随着音乐在疫情和战争发生的世界当中，找回自由平静的心。因为呢，我们有感而发，在近几年，我们台湾以及全世界受到疫情与战事的纷扰，那我们觉得在心情上非常的不平静。因此呢，我们是在924的晚上，在曲目设计上，上半场我们截取了世界各国的经典作品来演出，有《诗人与农夫》，然后有法国经典的作品《卡门》。那下半场呢，我们进入我们早期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卡农》。接下来呢，演奏非常经典的音乐剧《悲惨世界》。那走到《悲惨世界》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活动的音乐的连串，就到《悲惨世界》的时候，突然有荡下来的感觉。但是呢，在最后又会非常蓬勃的演奏起对人类生命的一个尊重。所以你在这个作品里面有一段，他有写到说，我们永远要为自己奋斗，然后为我们的民族努力，然后为全世界祈福。那非常符合我们的主题，就是旋转下帝。音乐会自今仔日开始开放客票，客了为止，民众会当到彰化市公所社会科，也就是彰化艺术馆客票。新彰化新闻李炳宏彰化采访报道。